200名的病患，但是在我国目前的情况是一位护士要对300位的病患啊。他就呼吁政府必须要正视护士空缺的问题，否则我国将会重蹈新冠疫情的覆辙，到时候不再护士的医院将会人满为患，那患者就将会需要等待更长的时间了。好了，谈了护士的事情，下次回来聊的是环保跟健康护士的事情。不错，那么市面上其实也有很多臭肉可以选择，吃起来的口感跟味道就跟吃真的肉是一样的。不过，美国有研究发现，一旦吃动物肉，吃动物肉。